我继续派出来娇娇，来我们诠释清风拂面。哎，来。我呢不能是清风拂面，我表演的这个肯定是清风摸脸。那我走了，你们摸吧。摸谁的行，别摸我的。大鹏快跑啊！啊，那个我用音乐来配合一下，看怎么给你们脸摸起鸡皮疙瘩的。师傅的待遇，《西游记》里从来都是去啊吸引唐僧，第一次吸引到猪八戒。是，所以我说他是猴哥变的，成心戏弄我。谢谢马导的配合。接下来咱老一辈也派出代表，好吧？对，咱们让老师来吧，好吧？来。哎呀，刚才那个哪叫清风拂面呀？那整个是妖风。妖风啊，看吧。我真的给你们要来一个清风拂面。来。我要给大家朗诵一个我儿时最喜欢的一个歌谣。好啊。哎呀，看看能不能清风拂面。好的。来。四个小朋友要听好了啊。哎。门前大桥下走过一群鸭，鸭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八，那两只是母鸭，这两只是公鸭。如果你问我是哪一个，我呀是鸭妈妈。哇，妈妈。这个有没有清风的感觉？有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哎呀，好，那接下来呢是光哥，对，光光吧，老字辈派出实力猛将。你们这题叫是什么玩意儿？清风拂面。用您的表演让我们感觉到那种柔微风柔柔的。我这个也不叫什么。拂面，反正我们屯的风都让风头吧，都让刘能给抢去了。哦，我给你们学个主持吧，大家要不要看？看你完，你看适合什么风你就往哪刮啊。你主持什么呢？你俩结婚，我俩主持啊。好。我们节目这是大唐连第108次的婚礼，是我们结了第800回了。好，来。快点。阳春三月，春光明媚，天降吉祥。今天是二位新人结婚庆典，热闹的人群激动人心，放烟花鸣礼炮，祝愿二老福寿高。二位老人为了儿女辛苦一生，走完他们人生之路，全体起立脱帽。哎
是，听了半天，你这是人俩结婚？人家一般都送入洞房，你直接给我送入锅炉房了，你这样一条龙服务，哎，那就不是清风拂面了。谁结婚要那么说，就大嘴巴扇脸，那叫好。